找个就没戏，想找个就我，后三找个靠。嗨，大家好，9月19日是我们让十七蛋开蛋日，小编一早来到小七，看有没有机会遇到可爱梦幻，结果这只梦幻实在太调皮，打了2小时也抓不下来，然后超强保有一场遇到癫猫和梦幻，超级球捕获了它。小编又去玩具店排队玩一下，看到包台超多五星在里面，保友投出高级球也跑了，排队轮到小编，目前盘内有梦幻和盖欧卡，小编第一场遇到盖欧卡，超级球，后站，无情逃走。包台保友再次遇到双五，又是高级球。啊！感觉开坛日下卡有点难，排打又轮到小编。看到梦幻了，可惜没遇到，久违的精灵球之力来了，哇，双大图燕白也入盘了，盖欧卡被幸运保友抓走，终于又遇到小可爱，玩具店的画面比小七好太多了，不一配还不错，是高级球，彩球错边了，又跑了，然后旁边草喷了2，包台的五星越来越多，保友想要最后烟火秀，所以五星抓到也是放生，小编选一星，梦幻再次出现，还是超级球，包台的双五星出现频率越来越高，还是逃跑了，发现今天跟小可爱无缘，后面小图一直出现，就是遇不到，果然又打了好久，在小编后面保友草喷了小可爱，今天的梦幻在小编一前一后被捕捉，后面就连燕白也遇不到了，正当小编说要去吃饭时，包台草喷2只，前面2次三草喷都没录影到，这只燕白真的很顽强，小编已经饿到眼花了，旁边突然出现前辈，让小编突然眼睛一亮，
宝玉还是选择不抓。又是精灵球，小编立马先去吃饭，想拍包台烟火秀。回来后，超梦一入盘就被交换成功，四恶真龙第一场遇到。五三配，精灵球，旁边突然草喷。小编第二场对战四恶，又是大图。五一配。都没丢到究极球。有交换机会，旁边保友说拿来抽奖，虽然小编拿梦幻来抽奖，但是抓了一早上也没有成功，还好有开张了。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，九张都是五星，果然三草喷了，感觉卡片算错张数，这样一定要下一支。大家都觉得算错了。看一下结束后是不是跳呆呆兽，果然盘内只剩了八张五星，所以又要补卡两百张了，想拍烟火秀时间来不及了，如果再跟之前一样打法，在过年前会来不及，所以只能开始快投。小编想说再看一下包台的状况，又继续一个人打，直到马下都出现，然后就一场一场的出现马下多。哎呦我的妈！第一头，第二头，第三头，第四头，第五头，第六头，
第七头，结果小编一个人打了十几场马夏多还是抓不到，然后出现了精灵球之力。哦，是卡布叠叠叶这次的新角色。今天前面的球之力都是小编碰到，来个开火车吧。没有早喷。五四配，恭喜保友提走草根小可爱梦幻，有点小紧张。哇，真的开火车了，小编终于可以回家了。也恭喜后面保有两场精灵球捕捉到顽皮的马夏多，虽然没有抓到想要的梦幻，开弹日就看到了这弹所有五星也很不错，最后也抓到两只五星。别走开，后面还有抽奖影片哦。我们来抽帕路，恭喜，请得奖者三日内私讯我们的 FB 粉专，未联络者视同放弃中奖资格。